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来到了岗山秀泰。他现在是正逢11点呢，刚要开门，那我们就进去瞧瞧，今天会有遭遇什么宝可梦吗？现在是热浪啊，大家呢如果在外面的话，要多补充水分。现在真的是好热啊，赶快进去吧。我的屁股快烤熟了，快被这个火焰鸟烤熟了。啊！Go！ 今天来到了岗山秀泰，小木船打下去之后，突然就来了两只母亲，这是超级强。我就知道，等下那个菊草又会转身。哦，闪电，火焰鸡，宝可梦能量4500的闪电鸟。上一场有精灵球之力，非常可惜，这一场没有精灵球之力，要靠我自己推了。没什么伤害，只你一星的宝可梦，但是这样子的伤害我觉得也算可以了。它是特攻31啊。哦，输油。嘟，超级球，是，对啊，我都丢到超级球哎，闪电鸟，哦，数二加雷哦，这雷吉洛克好像美军。闪电鸟也雷吉洛克，来了我们的小弥陀 QQ 的尝试，是精灵球，是一个有点寂寞的球。这是什么？牛啦！下一只是什么？卡布蒙。衣服。来了，终于又轮到我们了。我们排了大概将近六到七个人了，然后就换了我们了，也是蛮快的了。那目前呢，这两只五星的还在，有一只索尔跟闪电鸟。这菊草燕真是非常可爱，看了几次都觉得很可爱。奇迹道具机会，精灵球之力，拜托，没有来的，会是我一次五星都没遇到。对啊，我觉得雷吉洛克很有机会是我们的门神。其实刚有人捕获雷吉洛克，但是没把他捕获下来。如果我把他捕获下来，这个五星感觉会比较快下来，我的感觉啦。哦，中间那一颗吧，雷吉洛克有没有？他有超级进化的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这只沙奈鲁有没有超级进化？马上他就帮我们解答了，给度打击，超级进化的沙奈鲁，宝可梦能量2880，特攻125，还比这一代的五星洛奇亚还高。这洛奇亚，虽然我们暂时还没遇到，对啊，在隔壁飞。好优雅啊！真的是山上优雅。10万马力耶！它是地面系的，跟固拉多有87分像。我们小弥陀 QQ， 他决定要拼个交换机会。得得得得得！闪电！有帅！你想想，如果重力王马真的对决到火神鹅，感觉火神鹅会被。拆片来了，五星电鸟来了，
直接拿出鸡蛋。五星精灵球，五星级动鸟。这游戏。激动了，比较激动的，下了吧。哦，你的第一只五星来了。哎，开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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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大需求，真的。地方爸爸手推手抓第一只五星，可以跟爸爸交，可以跟儿子交代了。我们今天的最后三场，然后里面剩下一只索尔加雷欧，最后三场了，兄弟们。游戏开始，这是我们的第七场啊，因为我只有费洛美郎，所以只能派他了。感觉有点难啊！哎，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了。我们从11点打到现在1点半了，最后一颗球。今天大叔一次都没出现，哎，讲完就来了。打了11点逃到现在，第一次出现交换大叔，不知道您今天会用什么宝可梦跟我们换菊草叶呢？是五星索尔加雷欧吧？好的，我们最后没有捕获到索尔加雷欧，但是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部影片呢，要抽出的是三只特别卡，一只是盖洛塞克特，一只是球雷姆，一只是闪电鸟。那只要在我们影片下方轻松任意留言，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。那我们的抽奖时间将会在6月29号或30号这两天会抽出来给大家。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弥陀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